我们现在在洲际棒球场旁边，看到这里就知道这里是正十四期啊。那看到一望无际的土地，这个就是正十四期的土地，建地要卖。那我们这个建地不止建地而已，它还有一个平房，那个平房，所以它这个。这边的十四顷的土地，寸土寸金，一坪至少都是六七十万起跳，所以我们这个加了一个平房，它是一坪七十万，50年的老房子，50年的老房子，总共94.44坪，94坪多，一坪七十万，一坪七十万，有人说，有人看到新闻，看到很破旧了，很破烂的房子，为什么要卖那么贵？因为他卖的不是房子，他卖的是土地，6600万，总价6600万，非常贵的一个豪宅建地，但是它有它的优势，其实它这个更适合盖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上面有一间有合法保存登记的建物，所以它可以申请危老重建，危老重建它可以更高的建蔽率，不，更高的那个容积率，它有更高的容积率可以盖。可以盖更高，但是它是94坪啊，基本上如果自己用，就是盖一间小型豪宅，但是盖起来，也要将近1亿，哎呀，这还要有一些那个财力，才有办法在这边买土地盖房子，虽然我是个小小的业务员，希望这些有钱人看得到我的影片，来寻我这一块地，那这边很多都在盖大楼了，现在开始在盖了，很多都盖起来了，所以以后这里就是台中市的市中心，会从七期移到这边来，十四期以后会是台中市的市中心，如果你看得到未来，你想要先，找好你的地盘，这里最适合，94坪，放眼未来，从这里开始，谢谢。